潮汐翻涌的声音，你听不到呼喊你的姓名，不能抓住回忆。没事，别理他。嗯。我怎么刚走就出乱子了？看来没有我还真不行。主人，那您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嗯。可能是他不小心按到了吧。繁星一号，别走，今晚你要跟我睡。繁星一号，今晚你就在我房间吧。好热呀。主人，这样不好吧？曾博士。曾博士说什么呀？那我们就睡吧。臭流氓，你放开他！我刚才不小心触发了报警系统，你快到家了吧？顾千羽是不是要非礼你？我去灭了他！哪有的事儿？你瞎说啥呢？他不是要跟你一起睡吗？他留我在房间是为了讲睡前故事。你都脑补了些什么呀？那算他有点求生欲，我这次就放过他。拜拜。小姐，需要我陪你进去吗？不用了，趁我爸还没醒，你快回去吧。好。哎，要保密啊。嗯。你好，哪位？千羽家怎么会有女人？你是谁？顾千羽呢？我天哪！怎么还杀到家里来了？这替身的活太难干了吧！一会儿厨子，一会儿保姆，一会儿又变秘书，还得陪你们玩霸道总裁和小娇妻，我这打工人也太难了。哎呀！冷小姐，你来啦，快请坐。我刚才是掉了个东西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们是在交往吗？哦，没有，你别误会。误会？都住在一起了，还有什么好掩饰的？其实我是顾总的。那天在办公室，千羽不是也说他喜欢你吗？尽管你没学历、没资历、没背景，他图一时新鲜，被你的外表所吸引也是很正常的。不过这样的感情，注定都是昙花一现。你是在夸我漂亮吗？谢谢夸奖，看你能笑得几时。哼！繁星一号，你在哪儿啊？千羽哥哥，早上好呀。小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更好的消息想要告诉你。你吃早餐了吗？还没。繁星，去准备两份早餐。我千羽哥哥，你先去洗漱，我帮繁星一起准备早餐。
刚才千羽为什么叫你繁星一号？这个不像一般的名字。你不会是日本人吧？要不用你的母语交流两句。名字只是一个代号，顾总以后还会招很多助理，繁星二号啦，繁星三号啦。奇怪，那刚才为什么千羽看到我又改口叫你繁星呢？冷小姐，你太敏感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别碰他！千羽哥哥，你的病好了？千羽，千羽。曹叔，曹叔，肢体接触性紧张，一旦和他人接触就会焦虑不安，心慌晕厥，无法呼吸。每一次濒死的体验都在提醒你，千羽，爸妈都因为你而死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拥有这世上的任何美好？妈妈，妈妈，爸爸，我不该去露营地，我不该过生日，是我害了你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